我的路被石头挡住了，阿修姐姐，快来帮我一下！好的，马上来。小朋友们，我们快去帮助托马斯吧。Let's go！ 嗨，我到了。我们来帮助托马斯一起清理路障吧。OK， 出发。托马斯进去了，可是前面没有路了，怎么办呢？哦，有办法了，我来帮助托马斯上去吧。到了，继续行驶吧。托马斯开着路障车来喽。哇哦，路障清理完毕，托马斯太厉害了，有警报声。不好，桥着火了，工厂里还有炸弹呢，托马斯快去救援吧。OK， 抵达现场 ，Go！ 遇到路障，让它通过吧。对，托马斯要上桥喽，注意安全。OK， 进工厂喽。托马斯成功将炸弹推出工厂，别忘记还要灭火哦。酷，火全部灭掉了。不过托马斯接到了一个新任务，要去运送可爱的小猴子，出发吧。到了，接上第一只猴子，继续出发吧。OK。哦，停下来，接上第二只小猴子。小猴子们坐稳喽，我要启动啦。猴子王国到了，快进去吧。Okay。哦呼，托马斯成功完成了三个任务，小朋友们，你们还记得哪三个任务吗？留言告诉我吧。最后不要忘记点赞订阅，我们下期再见喽，拜拜。